哎，叔你好，我来一个吹糖人。可以，看一下喜欢哪一个。那这个千里马吧。好的，可以，告诉我。好。又穷卖，他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啊什么的，拉性才比较好，越拉越金黄。哎，老板，你做多少年？是不是？我做了七八年。这一份要做多久呢？马囊粗，稍微囊粗一点，这个马可能2分钟左右吧。来，我让朋友帮我吹吧。慢慢吹。对，吹。哇，好牛啊！吹。还得是咱们传统手艺啊。你吹太快了，我根本做不赢。吹，这个吹。哎，他小了，我都捏出来了，还有两只耳朵。对，好，停，我要找个棍子给他拿着吧，像棒棒糖一样吗？想不到了，千里马变残疾马了，没关系，老板，我要它。这单上去就没那么自然了不？没关系，毕竟是我好兄弟一嘴吹大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马鬃，马的尾巴了。哦，好，谢谢老板。